主料，适中即喝，辅料，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烤鸡粉、甜面酱、鱼骨油、洋葱半个，先把翅中清洗干净，放料酒、酱油、胡椒粉、盐、烤鸡粉码上刀个小时入味，把甜面酱和鱼骨油掉入碗里搅拌匀，烤盘垫上锡纸放上洋葱，放上翅中刷上料，盖上锡纸放进烤箱200度上下火先烤10分钟，再取出翻身刷上料，盖上锡纸烤10分钟，再把盖上的锡纸拿掉，再放进烤10分钟上色，就0K 了。烹饪技巧，翅中先用烤鸡粉和酱油生抽胡椒粉盐码上几个小时入味，进烤箱烤的时候盖上锡纸防烤焦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